通过清洁的净土净宝座，提出时期抢印印，蔡太太就会金属故意扮点练舞，看到木主跳前也爆满，碰到金跳金跳的练舞，给他们主来提点惊喜来耶。咱做农的，就是算讲，咱有付出，啊，就有收获啊，啊，收获就介欢喜啊。啊，介欢喜就是讲吼，安尼，阮收获有够啊，啊，钱买入来啊，阮付出有代价啊。加本康乃乱嘅人家，伫安泰嘅工厂里度，蔡太太做滴工当年都老练舞强下。哦，顺头嘅计划讲还有眼有，爱种出连计划都好食嘅练舞，计是无按改哟。唔但请爱动用心之力，还爱老练舞准生人来学。问起孙来练舞较难做。很黑心的呢，较难受呢。高粱舞较难。是哦。高粱舞真正难嘞，我看阮先生呢，甲阮洗凉的喏，哦，拢结塌坑呢。暗时也得困哦。哎呀，明仔这粱舞吼，敢那小看，无啥咧大，情形无啥相共哦。啊，这到底是问题哩多？大陆香港，现在是大陆比较多上海。端正。一件做自上的，看起来玉硬结结的个，就是蔡太太夹来的。本旦托愿意出业的蔡协良，日上夜上，鬼弄事就是练舞。因来的样子，蔡无太太细细，懂得无限。一下爱帮练舞结床的，一下又爱留练舞立土的。原来大家爱夹个总好，帮练舞上边个。可能也到装上装好的暗度练舞，天天会出发去欧亚国国嘞，大家忙起跳。两千年几年嘞，才下两家把打出出台湾练舞的温小路。现在来想，主要是不是降低损失，而是拉高了农民的收益，因为他的收益来源，比如说他本来是给行口定他的价格，现在我们做这个地方的价格是由我们去定，那因为定的情况下，我们把优惠给消费者，相对我们把价格拉高给外销，他进来货如果完好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做外销，那单价比较高。然后如果货进来，他货里面有比较刺激品的，我们就打去做所谓的节切，因为节切单价会比较保证价。从技术方拿个压力，做你讲对调控意识就变下来，不过其微劣个请多出路。这个是一个预算值，是在植物界里面算正常的。那如果他没有发霉情况，我们做节切是安全的，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大家都因为忙碌工作，没有时间去做所谓的买回来自己削，所以我们现在跟节长配合的情况下是，他削好之后整合的所谓的水果品板去卖。唔但请农民朋友看到呢个，心肝痛明明的，生产好工本钱有出，既然有种莲雾的农民朋友想吹大乱推。莲雾目前每一年大概都有5% 的那个转做到芒果，因为现在芒果比较夯嘛。第一个他成本太高，然后会做的人不多，越来越少，工的问题啦，缺工的问题。住在田中下的老人家，既然做米样也掉农事业，还可有可能落一百摊意，就让农民朋友做一年的心血，做钱落番薯糖。我们要造就一粒像这样一个精品的莲雾，好、哦，你要他要牺牲掉多少他的同伴，才有办法造就一粒啊、哦、这样的一个精品。啊、哦，还有这些，这个像这些部分都是我们要淘汰掉的。淘汰率大概有多少？哦、像这样哈、哦，如果说遇到天候比较不好的状况下，这种淘汰率大概在80%左右。丢掉，哎，这一颗也。为大提的一粒粒的莲雾，得到痛的祝福，农民朋友们得到心肝痛明明的。一方屏东县青苔的农业经济指标，会有新机会望呢。无论生产各方面，头毛毛的，得健康。